常欢迎莅临古城碑林广福宫，本宫奉送的这个土地公、土地婆，还有文武状元的，历史悠久，非常灵验。大家只要你虔诚祈求，大部分都能够达到你的心愿。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一直供奉着我们福德正神的古城毗邻广福宫，在240年来一直护佑着我们境内的居民。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这位土地公伯吧。土地公伯是地方神，就是讲在咱附近这个所在算定居在这个所在，保佑着咱所有的住户、所有的里民大家平安无事。安尼讲，伫我身上有发生几件较灵感的代志第一件代志是讲，我本身一边拄啊要起庙进前，新村拄啊请去隔壁遐，隔壁遐我一边阮有三个朋友到底要去食饭。去拜拜，即摆是拜拜，附近咱遐东北时代就咧讲讲，互你拜拜吼，互你生意较好。我就来讲一句话，明仔载若接单偌济，我拢管出来。我就安笑笑安尼讲，食饭食食拢袂记得你啊。结果有一天吼，睏眠天要光的时阵，甲伊讲讲帅，庙要去你那回斗帮忙。我甲伊讲，庙要去是咱主政委员黄永基甲建龙做的代志。黄永基真正个，无去托你讲白，你甲我托讲，我甲讲的无同咯。第二件代志是差不多20年前，我用写作写迄个乌函吼，伊去打大理土地公的边啊，我甲土地公伯讲讲，你的地主住阿未有人做寿桃寿面，甲你祝寿，我着一直每一年拢做寿桃寿面来祝寿。难道你的地主去遐摸黑，你无看到吗？即马土地公伯讲，你若会当甲我破案，我吼以后起庙，我唔是介有钱，但是我加加减减会甲你斗管一撮。你啊叫来，只要若爱我服务的，我爱做的代志，我一定义不容辞啊。结果真正无几工，真正甲我破案。王主委你好，那首先呢，今天是我们土城毗邻广福宫的一个重要的庆典，土地公的生日。那首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全国观众朋友们，在土城毗邻广福宫在建庙的一个历史因缘由来呢？本宫创建于清朝乾隆46年。西元1781年，历经4次的改建，有今天的规模。到今年刚好240周年整。本宫奉祀的这个主神，对，土地公、土地婆、文武状元，是，可以供各方善信，祈求阖家人等平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所求如意，大家都平安顺遂。土城毗邻广福宫，那每年会有固定哪一些的庆典法会是可以跟我们的信众一起来参与的？每年呢固定在农历的二月初一到初五，还有呢农历的8月份，是8月13号。今天，初二，土地公、土地婆生日，这边有准备，创军团来这边祝寿，还有后面有准备平安点心供大家使用，还有求发财金的活动跟求平安龟的活动。今天是农历2月2号，是我们土地公的生日，那也是俗语所说的讨给。现场香火鼎盛，也吸引了相当多的信众前来一起祈福参拜。那来这里求得一个圣杯，还可以求得我们的这个发财金，可以让你的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另外还有这里可以求得平安龟，平安龟可以让你带回家，就是保佑全家大小平安一整年哦。还有今天呢，福德正神所赠予的千亩招财进宝，可让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想要请教黄议员，就是说从我们毗邻广福宫建庙以来，那有发生哪一些比较灵验的事迹，那可以跟我们的全国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92年刚好我们的土地公庙在做第三次的重建，对，我当时刚好是里长，那我想说，土地公庙去重建了，我一定要去募款的，结果人土地公庙拢家己去找好啊，阮这几个里长有咱毗邻啦、广福、广兴、乐利、协福协成、破劳、瑞新、复兴，咱这里长拢足轻松的，土地公庙拢家己要去的所在拢已经传好啊！冥冥中有保佑的。对，基隆到南部，通通很多都来这边祈求，今天就来求咱的这个平安、贵裕啊，还有咱的发财金，把恁小钱赚大钱啦，大家财源广进。我们广福宫是土地公、土地婆非常灵验它是历史悠久，是我们土城最灵验的土地公。
那我们这边分为七个里，分为四年来轮值做炉主，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信众来这边拜拜，祈求大家平安大赚钱。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参加土地公的生日庆，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桃粿。那看到现场香火鼎盛，也听到了里长跟我们分享的灵验事迹，相信土地公一直在保佑着我们。那在今年2021年，大家也都会一切顺利的。